谁先交易谁傻，打着碗猴就别交易。十块，舒服。本来我不想学 W 的，他给我插了个眼儿，这样我们能比他快升到二。一波兵我们直接升到二啊，可以先跟他耗耗血。打出血怒。别推线啊。一波兵我们直接升二，他绝对想不到。OK， 打个闪，不错。没法去呀，兄弟，这我咋过去呀？你这，哎，哎，哎呦，蜘蛛让小兵打死了，傻子。别死了，兄弟！他有护盾呢，你这咋能跟他打呢？你走就行了。哎呀，我好难受啊！我的兵线呢，给我干崩了，兄弟！感谢萧山全智龙，谢谢花鸟院。哎呦我操！这波俺们一千抽了个九个飞机，十个飞机儿呗，行，兄弟们，这波拉了，他拿了一个人头，并且比我们多一半级，线儿也炸了。全智龙老板又没动啊。不行了呀，这最近你，我觉得你得想一想，想一想到底是不是最近爱我爱的比较少了。哎呀呀，摁错了。哎呀，摁错了 ，Q 技能 Q 快了。冲我来越塔来，就这么点血，没事。来、哎，死了，你上啊！完了，扣没扣着还？哎呦！哎呀，再慢点扣好了。哎呀，这人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扣到呢？哎呀，哎呀！操了，这 W 技能还打骸骨身上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还没死。
真是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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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赵信咋不过来越塔呢？为啥不过来越塔呀？他六了，大哥，你怎么老这种兵线时候过来呢？你可滚吧，我可不跟你杀。你给我死！哎，他为什么跑得比我快这么多呀？我操了！哎呦，我怎么回事呢？等会儿啊，我调整一下，我调整一下，兄弟，别急啊，我调整一下，我不能给你们解说了，我这好久没玩这洛克萨斯之手，有点生疏了，我调整一下。有点生疏了，他没有鞋，他跑得比我快。刚才没有小冰锤，340一速，我360，这移动速度确实是个谜，我发现。这波他打不过我们，没事，我们有大，他没有大。阿里奥还没蓝，我一看这外号没了，我就知道他往那儿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看这个蜘蛛上哪去啊？哎呦，你们这些小兵能不能别补我要补的刀了？嗯，人呢？这人35刀不上线了。你过来打他来！哎，我操你个妈的！你怎么就这么装逼呢？就能跟我来呀？那队友呢？大也不放。行，
懒啊，他死了，没事，我们吃口死的，他绝对想不到我这口死。啊，可以，别走啊。问题不大，就相当于我们闪现把他杀了。这咋这么僵硬呢？这太僵硬了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有点僵硬啊，这。这波还可以接受啊，不错。你以为我是 C 皇埋汰人呢？是不是埋汰你 C 皇的？确实是僵硬了一波，太僵硬了，这把玩的这么僵。难搞。不知道干哈呢，打不了不放是吧？行，拿下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已经无敌了。外号一定是去下路了，所以我们再推一波，要不然这波就亏了。阿卡丽没活，对面蜘蛛来没有用，我们直接推二塔。要死就死在二塔这里，知道吧？
走位，走位，救命！救救救！啊啊啊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勾到我的？不对吧？为什么没勾到赵信呢？这咋不帮我挡一下呢？你说，哎呀，真够呛！本来我都跑了。A 他呀，不对呀，尿，咖喱奥也不知道搁这干啥呢，我都不知道你这干嘛，你知道吧？整个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不知道你这人到底在做什么，兄弟，真的打了一整场，不知道干啥呢，看不明白人。到底在想什么东西？你看这人呗，老往墙上怼，老日墙，不知道老要干嘛。你给我死！你还跑过来了，还。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咖喱哦，让你们再瞅他一眼。哎呦我操！回血！十字镐，先把这个拆了行不行？你像精神病似的，你25滴血你不拆高地？五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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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杀！点五啊！我没点你，你点五啊！啊！没错，哼，我就叫你猛，快点救一下！哎。什么东西把我晕了？马派克的翼，回家。Hello。这婉豪不把他杀了，这婉豪啊，我404他385，这婉豪不把他杀了，
万豪 Rampage 不僵硬了，这回投降了。右边炮出来掉出来一个小炮，不是我非得要点他，你们说他比那